小伙伴们，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制琴师于杰，新制琴百科木材。今天我们要谈的主题是什么呢？熊掌面板。如果对提琴面板哈稍有了解的朋友，应该会听到啊什么。鸡爪松啦，鹰爪松啦，啊，熊爪面板啦，哇，这个词听起来很霸气哈，但是这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实际上，所谓的鸡爪、鹰爪、熊爪，他们说的都是一种东西哈。意大利文它叫做 Abetos Maschiato。什么意思呢？就是雄性的红色云杉。那么在英文里面呢，它叫 Beer Cloud， 也就是熊爪松了。那其实它所谓的这个熊爪松为什么这么叫呢？就是因为这种木材它在切割开来之后，你会发现它的这个音板上啊，它的这个木材上有一种类似于被熊掌挠过之后留下的痕迹，所以这是它的这个别名，叫做熊爪松。但是为什么我们又会听到鸡爪松或者鹰爪松呢？其实鸡爪松是那个中国的一种松木啊。那可能在一开始，因为这个名字并不规范哈，大家一直会说啊鸡爪松啊，那确实它因为切割方式的不同呢，有一些看起来还真的蛮像这个鸡的这个脚印的哈，然后后来觉得啊可能觉得这个鸡爪觉得不够霸气，那就改成了鹰爪松哈。但实际上我们正确的叫法呢，就可以叫它雄性云杉，对吧？可以叫它或者按英文的翻译方法叫它这个熊爪松，我觉得更合适一些哈。那么这个东西它究竟是什么呢？啊，为什么很多制琴师会对它有所青睐呢？今天我们主要来说一说这件事情哈。首先说这个熊爪松哈，它是可以算是多罗米蒂山脉的一种特产。大家经常可以看到在意大利的一些当代的制琴师上会出现这种雄性云杉的这种运用哈。那么它究竟是什么呢？为什么好端端的一块洁白无瑕的一块云杉突然会出现了类似于枫木的这种花纹呢？那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它是什么。在上一集里面啊跟大家介绍过木材的年轮和射线，在那个时候我给大家展示的时候，大家发现这个射线呀是若隐若现的一种像鱼鳞状啊，或者说像细小的这种条状的这种呈现。但是有一个特例哈，就是这个雄性红杉。雄性红杉是这个红杉里面的一种，我们就管它叫比较特立独行的一种变异吧。它是大家知道树其实是分男和女的哈，它是红杉里面的男性。它呢有在，尤其在这个多罗米蒂山这个某一些产区的这个云杉呢，它们的这个雄性红杉出现了在这个木射线上的一种过于发达、极度发达的这种表现哈。它的一根木射线看起来能够达到像一条花纹这样的粗壮程度哈，所以我们就管它叫做这个鹰爪松也好啊，或者说是熊掌松。所以大家看到的所谓的鹰爪也好，熊掌也好，它是一根根发达的木射线的纤维组织。
所以我们在选择这种雄性红杉制作的面板的时候啊，不要为了选择它而选择它，而是说比如这个制琴师是以制作这种面板的乐器见长的，他所匹配的这一套制作体系，哎，就是建立在一个雄性红杉的这个基础上的，我觉得这样是一个理智的选择，而不是说我这个乐器看起来上面全是雄爪，很霸气，所以我就选择这个材料。这种选择的方式略微有一些盲目，好吧。那么当我们选择了这种雄爪面板之后啊，它除了木射线发达以外，它还会带来一些问题，所以在使用的时候你也要考虑到你能不能接受这些它所带来的问题。接下来我就找一个光线比较好的地方哈，给大家近距离展示一下这个雄爪面板它的一些特点，然后包括一些它所带来的问题，我接下来来为大家详细的描述一下。调皮的太阳终于出来了哈，给大家近距离展示一下我们的雄爪面板。可以看到这个花纹在这个阳光的这个映射下，那真是美不胜收哈，有时候真的是颜值即正义哈。除了展示一下它的美以外呢，要跟大家说的是全面的看待这种材料哈。我拉近一点哈，因为现在这个阳光很刺眼，我有点不确定大家看不看得清。大家注意，在每一条熊爪经过的地方啊，它的年轮实际上都被打弯了一下，也就是说当这种横向组织经过的时候，实际上年轮它作为一个纵向组织，它也受到了影响。跟我们的这种我们叫它普通的这种云杉面板比起来，实际上这种熊爪面板呀，它的年轮的呈现的状态就会不那么理想。无论是这个垂直方向的这种顺直状态，还是它每一根之间的这种均匀状态呢，实际上它跟我们之前相比较的这种正常的云杉比，它都不如正常云杉来的均匀，来的细腻，而且它的硬度真的是比较高。我们如果从换一个角度哈，我们如果从这个角度的话，也可以看出来，它的这个年轮呢是有一点点呈波纹状的，就是受到了这个射线发达的这个影响哈，但是不可否认，真的是很漂亮。现在我把正常的云杉放在了左侧，然后把雄性的云杉放在了右侧。相信这样大家对比起来更方便一些。利用之前的知识，你看一看年轮，它们二者的年轮有什么区别？再看一看它们二者的射线有什么区别？两位都是美人，而且都是绝代佳人哈。究竟能迎娶哪一位，随缘吧，好吗？好，我们来总结一下。熊爪面板，你听明白了吗？所谓熊爪，就是射线发达形成的花纹。它的产地呢，意大利的多罗米蒂山脉，它是一种射线过于发达的表现。如果你想使用呢，请寻找一位经验丰富的制琴师来匹配相得当的制作方法。不要单纯迷信花纹即正义哈，别管是鹰爪熊爪啊，之后的这个它后面的这个人爪才是最重要的。那如果你问我哪种是好的话呢，两种都好，完全没有高低之分。不光是他们两个哈，你看我还有后宫佳丽三千，我都喜欢，没有哪一个是我不爱的哈。好吧，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新制琴百科，我是制琴师于杰，欢迎你关注我们的栏目。下一期说点什么呢？大概已经有个想法了，我们下期见。